即阵鸿海甲足侪关乎政府头一批 BNT 疫苗早起七点送来台湾。对于九月初才开始要做兵之前，拢爱先做快筛。农委会宣布，初十开始，农民即个灾害保险、农药中毒、掉山顶十一项疾病，会当当作职业病来要求赔偿。 太好了，天气是真烧热，体育课防疫是真伤脑筋。欢迎到学校归去，一学生啊，发一粒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九月七日公司暗时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开始来看头一批，93万2000剂 BNT 辉瑞疫苗，早起送到台湾了。要等14天的检验，才会当开始注射。 嘛，传出讲会送来台湾的时阵，有挂中国上海和北台的报道，也毋过后来是依照合约已经拆掉了。指挥官陈时中早起毛高机场迎接，感谢民间的收听。头一批93万2000剂的 BNT 疫苗，初二透早七点左右由卢新堡货运航空送到台湾。指挥官陈时中甲台积电慈善基金会董事长张淑芬、组织基金会执行长甲柏文嘛做伙去迎接。从这次的合作的成功。 让我感觉到团结就是一个力量。不过有风声讲，这批疫苗在冷冻柜的外口时，有挂写货币台报条。不过在落货时阵，发现货币台报条煞无去啊。有被媒体摄到回程机降落了后，那像是一个机组人员，先去甲报条啊摕落来。外界积极讲，在海关还未查验放行进程，都去卡到这货，恐惊有违反海关缉私条例疑虑。鸿海永联基金会甲台积电拢表示。 货币台机并无事先通知，所以要求到台湾的时阵要移除。也若海关嘛发声明告表示，讲海关是以实际货到位的情形为主，针对机组人员，假设货币台报掉摕落来的代志，伊毋知影，所以嘛无法度处分。台积电这边来跟我们说，那个是一个 BNT 一向在做第一批出送的时候，都会挂上这所谓的宣传的布条，他们要求就到台湾以后要移除，好，那也就这样子就做了哈。 但是中共头一批送来台湾的 BNT 疫苗，会优先予十二岁至17岁学生来面找来住。若剩的疫苗，伫后一批会阁开放予18岁至22岁大学生来住。目前规划透过医药平台做意愿的登记。若注射日期目前是还未定案，按算检验风险的时程，差不多就要等14天。甲进前 A 四甲其他疫苗七天来都完成来比，但是中共主要是因为标准品较晚到位。 检验风险上有一定的一个条件跟标准，先来的话，我们就先可以开始来做。那第二批以后如果没有问题，那时间就会比较短。医师提醒，根据外国的调查发现，讲，做 BNT 出现过敏性休克的病人，大部分是对磺胺类、甲偏尼西林等等的抗生素过敏，或者是对带壳的海产、甲卵等等的食食过敏，也若少数的人是对消高病、甲流感疫苗过敏。 嘛，提醒女性都要特别注意，第一外国1900万人注过BNT疫苗了后，有20%的人出现过敏性休克的反应，其中女性占高声。不过，指挥中心嘛指出，针对男性提醒注射了后，爱注意的症状。就是男生的部分，可能要特别注意是可能会出现极罕见的心肌炎、或心包膜炎的一个症状。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顶一日预告，说了来每一个礼拜拢会有 BNT 疫苗送来台湾，传出后礼拜三会阁有90万人送来。指挥官陈时中嘛证实。 到时可能会邀请郭台铭做伙去迎接。记者综合报道。指挥中心今仔公布哦，新增加一个本土病例，是伫台北市，阁有4例境外病例，有一个人死亡。今仔的境外病例有2例是突破性的感染哦，其中有一个人是注过一剂 A 四疫苗，阁有2剂 B N T 疫苗，嘛是阁未得病哦。另外有一个是注过2剂俄罗斯家己研发的疫苗。 过来，阁新增加5例新冠肺炎确定病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是讲，初二有一例本土病例，4例是境外移入，另外一例死亡。特别注意是4例境外移入的个案拢有注过疫苗。其中案16113，伫美国注过3剂疫苗，也是感染。那是案16114，是伫俄罗斯入境的48岁女性，因为有注俄罗斯家己做的斯普尼克疫苗，检疫期满，采检确诊。 他入境之后是到9月1号裁检，然后阳性之后今天公布确诊了，所以是已经超过他第三剂的14天，所以这位也是符合这个突破性感染的定义。不过研判起来，他应该是在8月26号入境以前就已经在国外感染，统计起来首次有这个接种。
俄罗斯疫苗入境的这个旅客。那这一位他采检日是8月31号确诊，那这个也是超过了接种过后的14天。那是新增加的这个死亡个案，有慢性病史，一个慢加活动史。第5月2日出现脑后刺激的感觉，一个咳嗽。5月27就医采检，住院治疗。6月7日确诊，6月27都已经死亡。不过病院到即马才回报。那这个个案是在他的就诊的医院并没有把他通报出来，那一直到了他家属跟台北市要请领他的一个慰问金的时候，那才发觉就是说这个个案没有，那再回来查，那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请台北市那督导该院要以后要申报，这要确实。另外，指挥中心也宣布，即马开始个开放 A 二加莫德纳换注的对象，包括着药师、基层的诊所、医护，拢会当换注。记者综合报道。为了防止非洲伫这病毒继续传，移民署全台湾大动员进行稽查。8月底伫新竹市一间卖越南食品的中盘，查到32公斤的越南猪肉制品，其中有18公斤哦验出有非洲伫这病毒，一批货已经先毁掉了。一包一包漂示无清楚的肉品，新竹市专勤队透过网络平台，31日查到一间在新竹市的越南食品中盘商，当场查到越南进口的肉品，包括28包的虾米、8包的肉卷、27包的虾卷，还有2罐煎猪皮，拢总是32公斤。其中越南虾米甲肉卷拢总是18公斤，而且内底检出非洲猪只病毒。由林姓国人与阮姓越南籍配偶所经营的越南杂货中盘商。那本队人员前往查查，当场查获越南制的猪肉制品，总共达32公斤。那其中有越南火腿14公斤，越南软脆骨4公斤。那总共有18公斤验出有含有非洲猪瘟阳性的反应。那是否与新北案件有关？目前还在查证当中。新竹市专勤队呼吁店头，唔通买，嘛唔通使用来源不明的肉品。若是违反规定，查扣的物件会依法没收销毁，而且依法会当处上当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300万以下的罚金。非洲 DJ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表示，七日新增加2件非洲 DJ 病毒阳性的案件，到目前为止累计已经有16件。卖针对小规模的市场，也就是市的猪在100只以下的，会来做优先检查的对象，要来阻挡非洲猪只的病毒透过喷传入去市场。另外嘛，提醒民众，若是违规为外国炸肉品入来台湾，相当会罚100万。提醒民众都要知影这个严重性。记者综合报道。农委会下令，9月7日开始哦，一个月内禁止用喷饲猪。嘉义县头一日就查到有3间饲猪场违规，阁有7间的饲猪场无执照，拢总是开出39万的罚单。有立委阁宣传嘛，质疑讲一个月喷的量会增加真多。环保署是指出，全国一日会产生1920吨的喷哦，普通时啊，65%的量是拢送到饲猪场，最近就会暂时把这些喷拢送到粪扫场去处理。应该要请防护衣啊！要请防护衣啊！农委会下令9月份禁止用喷饲猪。嘉义县政府初日展开联合稽查，毋但查到有饲猪场无依法申请畜牧场的登记，阁有3间饲猪场查到用喷在饲猪，拢总罚39万。嘉义县饲猪协会表示，县内的饲猪户差不多拢已经转型做用饲料来饲猪，敢若剩查到的这7间正伫转换当中。我们总共查获3场使用鱼肉等动物性厨余养猪，以及7场未依规定申办畜牧场的违规养猪户。目前还是都是合法的那个一个养殖户啦。那我们是希望说辅导他们成为饲料的一个配方的一个种植户。政府要阻挡非洲猪只病毒侵门大户入来到台湾，不过雄雄实施禁止用喷饲猪的这个政策。引起立委甲宣传质疑讲，安尼可能会致使粪扫的规矩污染环境。环保署讲，全国一天会产生1920吨的粪，原本其中1263吨，差不多65%拢是送去饲猪场。目前的粪确实干会当全部承载去焚化炉烧或者是囥台场，因为堆肥系统原本处理的是还未行过的粪，熊熊之间也无法度全部转化做回收行过的粪。
厨余它含有水分甚至盐分，它进入到焚化炉其实会减少它的使用年限。那再来就是它其实跟一些塑胶或纸类或铜类结合，它会产生那个世纪之毒戴奥金。那为什么会先进到这些设施？大概就是因为紧急的情况，所以我们紧急调度这些设施来做处理。那我们也希望在这段时间能够把厨余能够妥善处理好，避免造成这个疫病的风险。2018年年底，中国爆出非洲地震问题，环保署投入13亿，补助咱国各县市处理喷雾设施。目前伫台中已经有起一间生质能源厂，迄那另外一间是伫桃园，按算年底就会完工。官团指出，受到非洲地震影响，一年增加300,000吨的喷，再去焚化炉烧。还有政府在清点，敢要有其他会当处理喷的设备，会当来倒回收一挂喷，减少非洲地震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行政院今仔通过国家发展委员会提报的《倡议国家发展重心设定条例》草案，准备要送立法院审议。望讲在2030年，咱国会当正式倡议国家。有学者嘛提醒讲，国外倡议经验不一定适合咱台湾，上重要的是爱在学校、厝邻、甲社会发展出咱家己的倡议环境。推动2030倡议国家政策，行政院准备六大重心。高等教育部分从国内部分大专院校转回倡议标杆学校，也是学院培养倡议人才。高中以下第无调整108课纲的情况，已多明显。分阶段强化学生生活中应用倡议的能力，网络上成立数位学习平台，增加全面应检考场甲时间，降低考试费用，提升公务人员英语能力，成立倡议国家发展中心，专职推动政府官员会当兼任政府执行长，强化政策推行。现在其实是回头来看，无论是在教育或是在公务领域上面的双语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推动，花一样的经费、一样的时间，我们有没有可以做出比较不一样的方法，让它达到这个效果？习近平表示，目前政府希望加强甲社会对话，引入更加侪民间力量，协助塑造倡议环境。国家也关心今次的引入。新加坡也是香港的倡议经验，捌伫新加坡任教的学者提醒台湾的倡议教育，未当无目标的意识、国外经验，为学校、家庭、甲社会拢爱发展适合咱的倡议环境。第一个，我们没有英语系国家殖民的背景；另外一个要来讲的话，就是说他们对双语的理解跟我们可能不完全一样。那台湾应该没有不太可能套用其他地方已经做了几十年的模式，直接拿回台湾的学校就可以所有学校一体适用。我觉得在教育上这个是很大的问题。他如果没有运用的话，那个英语率就等于不存在。所以如何创造这样子运用的机会？我们讲商业部门好了。不管是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只在教学现场去做培养，其实意义并不大。目前协助国教署执行中小学部分学科领袖相继到学计会的林祖斌强调，有一挂各中小学生经济能力也无够好，所以相继教育可能对基建能力有帮助。不过学科专业知识的学习可能会受影响，这也是未来政策推动要注意的方向。记者综合报道。已经开学了，也唔过最近的天气是真湿热哦。上体育课是要安怎防疫嘞？咱来看台中有学校的要求学生啊，爱准备嘴暗来替换。惠林有学校哦，规期一个学生啊发一粒球。有学校嘛是反映讲教育部的规定无够清楚，所以学校只好家己找办法。体育课时间一到，篮球场、排球场、电竞场拢热身，也唔过伫大地头卡运动，当下面上的嘴暗无偌久就淡落了。就是会比较喘不过气，然后就是口罩会湿掉。但是可以运动到，我也蛮开心的啦。毕竟三个多月来都没有上到体育课了。学生中央校园上期待就是体育课，邱亚石老师上欢乐的课程。各高中体适能测验规定，查甫学生爱走1600公尺，查某学生800公尺。防疫规定要求挂嘴安。好好的先为低谷离慢跑开始，让学生自己准备嘴暗替换。湿了的话，我们就是拿毛巾可能稍微擦一下，请他们还是要带毛巾或是卫生纸都没有关系，然后擦拭干净，我们再换新的一个口罩来应变。所以我都一直提醒小孩说，如果不舒服一定要跟老师说，好，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戴着口罩其实看不到他们的面部表情跟脸色的状况，所以我觉得老师也会特别的要谨慎去观察孩子上完课的感觉是怎么样。体育课也爱消毒球裤，保持社交距离。婚礼南洋国小规气一人发一粒，篮球、卡球拢做勉强。蛮好的，因为之前球很少，然后就要一直轮流，然后就有时候会等很久。在开学前，我们就补充，
在上课的期间，让每一个小朋友都能够有一个球，而不共用。教育部的体育课指引强调，若无法度暂停挂嘴暗甲避免肢体接触，一旦减缓，也是调整课程，看起来像弹性真大，也不过也是会无清楚。转台国际学校，只会当家己想办法，行一步算一步。记者综合报道。昨日总统府总统蔡英文嘛为台湾的奥运英雄举办庆祝活动哦。总统嘛宣布讲，黄金计划唔来继续，会增加资源的投入。今仔有立委嘛找一挂第一线的教练甲心理师来提出建议。2024的巴黎奥运黄金计划将会持续下去，对于选手跟后勤团队的支持，我们只会增加不会减少。总统蔡英文在台湾英雄凯旋派对宣告，对选手进行专业训练的黄金计划会继续进行，尤其是奥运支持更是会增加。台湾选手在冬奥比赛得到史上最好成绩，背后的教练洪浩源等幕后英雄同样上功劳。很多时候因为场上会有出现类似这样的状况，那我们必须要做的是怎么样来帮助教练，然后也能够帮助到选手。如果你在输赢问题没有去一个好的健康管理的时候，一个问题，那到最后才衍生于更严重的叫做心理疾病。体育署为2018年开始启动东京奥运黄金计划，三年变了12亿经费，为选手提供参赛训练到各项资源，包括专属教练洪浩源等能力，甲运动心理参医学防护等文科资源。38位选手全部得到奥运参赛资格，成绩真好。也不过有第一线教练指挥协助，也会当更加加强。如果是用计划来约聘的一些运科人员或者是从业人员来说，薪水大概硕士毕业是38000，让顶尖的教练又能够在原单位保有他的工作，那又能够下去左训国训中心来协助，那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为团队的薪水结构、就业条件、能力等全面分析，教练希望未来后勤人员会当更加有保障。委员立委共同开记者会，暂时要为选手甲后勤团队争取更加侪资源甲协助，期待冬奥的好表现会当伫未来大细项比赛延续，未佳作一时好的成绩表现。记者综合报道。农委会今仔宣布讲，初十开始哦，农民职业灾害保险、职业病买当理赔了。农药中毒、掉山顶11项的疾病，拢列作职业病。其他的疾病哦，只要劳保局审查通过，买当以职业病来要求赔偿。还有很多后遗症会发生。当然，假如没这个保，更倒霉。讲家己因为做农受伤，致使到脚后底冻伤，好佳哉有参加农民职灾保险，得到13万的给付，真感激。政府为2018年开始试办农民职灾保险，先试办职业伤害部分。农委会初二宣布，初十开始，我来将职业病纳入给付的范围。实施2年10个月以来，我们从农民保费的收入跟我们的支出大概没有差异太多。大家知道农民的平均的年纪都来的比较高了，那所以有些时候这个病到底是他退化造成的，还是他真的是工作造成的，对我们来说其实是蛮大的挑战。另外也因应着全球气候不正常，热天常常连续真侪天拢真高温，台湾做事的人口年纪较侪岁，不时传出老农夫掉山、热衰竭甚至死亡的案例，所以就真需要农民职灾保险。农委会是讲，会将农民职业病分作两种，一种是有流行病学文献支持的因果关系明确的疾病，和医术当作参考开诊断书。目前已经列举包括着农药中毒、掉山拢总在一项。另外一种因果关系无明确，必须要经由医师评估、开诊断书，也个评估报告书，经由劳保局审查通过，我来当申请给付。如果经过我们职业科专科医师的认定，他是跟他的劳务有关，那我们会可以把他认定为一个职业病。保险计办每3年有超过29万农民投保，给付8000多件，金额超过1.5亿，给付前3名落落来跌倒占40%，地上占30%，交通事故我那占15%，像掉山、农药中毒，给付各有12加20件。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军全面撤离阿富汗，塔利班嘛伫全国游行庆祝。
马丁是对美军构建阿富汗军队抢夺的军事设备。塔利班摕到政权以后，美国是表示爱个观察塔利班的表现。后面嘛讲哦，因暂时未成立塔利班政权。美军已约定全面脱离了阿武装组织，塔利班接管喀布尔机场，迎接完全掌控阿富汗的头一天。九月初一，伫全国游行庆祝胜利。塔利班的机也四月能看到，因无未记哩，顶是为美军甲前阿富汗军队抢来的军事设备，包括悍马车 M 十六步枪等。法新社报道，至少有一只美国黑鹰直升机伫南部大城坎达哈的顶面飞行。南部城市科斯特有塔利班支持者跟观察，顶面看美国、英国、法国等北约国家国旗，代表为因送终，武力意识真高。塔利班确定掌权了后，各国要安怎跟因交配，才做一大难题。美国跟欧盟先表态，美国政府也需要观察塔利班来做回应。今次确实像因所讲的，甲以前有所不同。欧盟强调，并无着急承认塔利班，也毋过也需要甲塔利班交涉、沟通，甚至影响因。We don't know what the future of the Taliban is, but I can tell you from personal experience that this is a ruthless group from the past, and whether or not they change remains to be seen. We will not rush into recognizing this new formation, nor into establishing official relations. 高总方济各也伫接受访问表态，表示西方国家脱离阿富汗是正当的行动。伊讲，引用德国总理梅克尔讲，外国势力干预他国强加民主制度，去束缚他国传统，这款无负责任的政策需要停止。不过，这段话实际上是由罗西亚总统普廷所讲的。另外，先国主将走出来真侪阿富汗人，陆续到美国甲其他国家球场金甲战线，不过唔知影未来人生。Today I'm here to pick up my wife. After a long wait, like 3 years, finally she's in USA. We are all appreciate the hard working of all these team. Everybody's feeling safe here. We are really appreciate for all the activities you are doing for us.美国国家大楼表示，真侪难民也咧前往美国路上，因为因第一时间先踮伫其他国家。难民去美国了后，会先送往杜勒斯展览馆登记资料，扫落来送往美军基地暂时休养。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来看英国将对十二岁以上有免疫疾病的人哦，正嘛要帮因个注第三剂疫苗。伫巴西里约热内卢的老人院哦，嘛要开始帮老大人来注第三剂。西班牙全国嘛已经有七成的人口拢已经注好两剂预防针了。西班牙卫生部七日宣布，如期达成政府所设定的新冠病毒疫苗注射目标。截至八月底为止，全国注超过6600万剂，77%的人注过至少一剂，70%的人已经完全注过啊。开学前几天啊，全国完了加速，和12至17岁青少年来注疫苗。Y ya la verdad muy contenta porque ya cuando empiecen el colegio tenemos esa tranquilidad de que tienen su vacuna puesta.因为疫苗注射率高，西班牙过去一个月的破病率持续降低，防疫的限制也持续放松。中央和地方都同意九月开始，卡球场这运动户外运动场地观众席为40%提高到60%，安尼当解决球队营收的压力。总理桑切斯搁伫七日宣布，要询问企业甲工会讨论提高最低基本工资，上紧10月来实施，互经济会当同齐欢迎。另外，因为变种病毒，一寡国家拢开始考虑是毋是要开。是注第三剂疫苗。巴西圣保罗州政府七日是宣布，全州所有60岁以上的社会人和18岁以上免疫不全的患者，差不多有720万人。里约热内卢已经先对安养机构开始注，不过因为疫苗还有欠款，当局只好暂停12至16岁青少年注射。Hoje estou tomando a terceira dose. Isso é a consagração da vacina.É a segurança que me falta. 另外，英国卫生部长贾维德七日也宣布，要为英格兰12岁以上免疫功能较差的人注第三剂疫苗，强调这跟一般健康民众所注的第三剂甲强制是无同的，是规个族群主要的疫苗保护计划的一部分。公司新闻是惠中编译。
今仔暗时到明仔透早，西半部甲平湖地区会落一寡雨，也毋过明仔早起以后雨就会停哦。明仔过道天气拢真湿热，西半部阁有东半部的山区卖落雷公雨。明仔天气，咱来看各地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5度，上高34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高33度。南部地区上低24度，上高33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高32度。华岛地区上低26度，上高32度。再来看气象，气象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暗时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同一时间咱再会。